南韩女团艺妓上周来台开唱，涌入众多粉丝到场支持。而在演唱会结束后，成员有娜今日就晒出现身台北街头的照片，只见有娜身穿蓝黑格纹衬衫，打扮相当休闲，也没有任何遮掩，就在街上摆拍。而其中一张有娜身后出现一架万华刨冰的招牌，就让众多粉丝发现她是现身在万华，纷纷兴奋直呼：“我也要去跟老婆拍同款照片，赶快去打卡！”这个地方要变成观光景点了，瞬间成为粉丝朝圣新景点，在网上掀起热烈讨论。